不行不行，爬不到了，爬不到了，爬不到了！小仙长，小少爷，连累你们了。师兄弟就不要说这种话。我去前面拦截，争取时间。你们保护好贤青。那我也去拦截，一定能拖到你们带走贤青。 现在还有力气说这种话，你的身份十方早就告诉我们了，所以你早就是我兄弟了。走，放我下来吧，快去找小月。去吧，月兄，这里还有我。来，给，去吧。那你们小心。 说什么呢，前辈？ 不能伤害贤青前辈，别乱晃！你在干什么？